一生人生命是无价，啊，你要培养一个专业船员，也是讲干部，无遐尼简单。所以这个钱投资有需要，但是过去咱拢一直无存的。就我拄啊要甲大家开讲讲，一切无适当。啊，伊即摆甲我讲，陈大这边吼有帮阮找一寡较适当的吼。我讲啊，会使袂使吼，就来跳看卖下来吼。啊，恁家己本身跳过就知道好啊无好。即摆这些冲击式的感觉比较轻便的啦吼。我感觉这第一准定还是做工课轻的嘛，所以做做工课。啊，上重要就是讲，大家试看卖下落水了吼，伊效果安怎？有咱主要救生嘛是去救命。我拄仔跳了其实他已经拄着刺激啊，表示有一个程度吼，但是足紧的这浮力吼，接着他凿开吼，啊，他枕头安尼吼，安尼游嘞，我感觉在海上然后安尼吼，对咱的一些生命吼，有足大的保障。另外就是在救援的时阵吼，嘛看会到咱的人吼，所以国外有足侪测试内底，然后抢救生命吼，获救的比例会增加很多。所以咱今日就是希望讲，找一领适合台湾渔船，咱船民当用的救生衣。这感觉好多了，比刚才好多了。真的好多了，田中是那个哦，你体积那么大，夏天我看没办法穿了，工作真的没办法穿。那冬天可能会保寒一点，那夏天我想可能没有办法穿了。所以我们试看看到底哪一种好用，选一个比较好用的，会更安全、更实用，那才是重点。那你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帐篷老旧和帐篷新新的，我说这个比较好。有什么不一样？和旧的，怎么样？感觉不一样。yang baru sama yang beda apa perbedaannya? Kalau ini cepat ini. Ah, cukup kecil, bisa kuai anak ke cuy dan kanci bisa pupang deh. Kalau di laut, gimana rasanya perbedaannya? Pakai pelampung itu. Kayaknya beda ini. Soalnya tak bisa sih.船长要买那个救生衣给他的话，他希望船长买哪一种给他？他们希望可以用新的那个热热，因为我